点至十点，我的宝贝四千金在中视。全国的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准时收看《飙股俱乐部》，我是固德投顾总顾问汤顺奎汤老师。10月16号，台北股市持续17号啊，礼拜二，台北股市开高走低 ，but 它创了27年来的新高。会惊无？今日今日开高走低呢，惊死人啊！大盘完蛋了，可能要试射飞弹了，可能川普又乱讲话了。只要是多头啊，还是那句老话送给你，拉回都是机会。这句话我从突破10000点之后我讲过了，讲到现在五锤挖光挂博嘛，你错过了多少多少多少财富重分配的机会？机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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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留给有准备的人啊，听得懂就听得懂，听不懂的人啊，永远听不懂。昨天的道琼啊，也持续的再一次的挑战新高，再创新高，再立新高，还是看涨，从15000、16000。讲到20000，今天到昨天22960点，但是我讲过了，指数不重要，指数它就是你不要怕它会创新高，它还会再创新高，就如同台北股市一模一样的道理，它是它的角度、它的未来、它的方向就是往上走，你为什么要一而再、再而三的自己吓自己呢？百年难得一见的好盘，那你就慢慢怕吧。我讲过，现在会怕的人，最后一定会因为受不了，动不了啊，12000点开始买股票，台北股市在等你啊，那你就慢慢看吧。你看最近的报道，很多的大咖都回来，受不了，好开始买股票。散户一定是12000才会买，这个市场我看太多了，摸跨保罗的功力，你一定会最后因为受不了去买股票。听得懂的听得懂，听不懂的人啊，永远都是会惊。台北股市今天开高走低，我认为它是机会啊。听得懂就听得懂，听不懂的人永远听不懂。那重点来了，它跌51，它开高走低。我讲过，我汤顺伟最喜欢跌的，因为跌啊，你一定会害怕。看到乌啊，你就想要开枪；看到乌啊，你就会惊。明明是多头，你还是会怕。那我们来看一下几档股票，我们看需不需要害怕？大盘。时间点我们回到10月13号，我说一档股票平天下啊，你唯一的线索就是阿内啊，我讲过了哦，会盖成这样不让你猜，是因为太多人想猜。你看一下多少老师啊，也想吃豆腐，你也看到了嘛啊，前三个月的事情哦，那他也想猜到，赶快叫会员买，你看，不然他受不了了，跑，我非常怀疑很多老师跑来偷参加会员。不然为什么涨出去之后啊，他们都宁愿心甘情愿带会员买在这里？为什么我们永远都领先全市场？这就是为什么我汤老师突然间也恍然大悟的发现，来找我的人啊，投资朋友啊，都是怎么样亲戚朋友介绍的股市饕客啊，因为他们很清楚，他们了然于胸，谁领先全市场，所以你也一定有股票啊，你看这一定有股票的嘛，对吧？一定有股票的啊，网络上票选第一名，大家最想猜的分析师。啊，所以我必须把它盖成这样，不让你猜，让我的会员大买500张500万，后面享受好山好水、好风景的好盘。涨两根停板我就会公布。大盘今天拉回，它当然可以拉回啊，有没有一样？一样了啊、哦，一样了啊、哦，加温了啊、哦，今天开始加温了。10月16号来，还佫甲你招。今天10月17号，大盘放大，它收黑啊，开高走低，跌51啊。你可以告诉我汤顺伟，为什么它拉尾盘？开始加温了。这档股票它会走明年的行情，哦，所以我认为啊，那重点来了，今天大盘是它为什么涨半只停板？今天大盘开高走低。如果你是我的会员。你在这个地方买，买完之后它开始动了，它在等你，你就躺着趴着跪着买。今天开始动了，你不会感觉大盘开高走低，它是开平之后小低之后的收高。它跟大盘什么关系？一点关系都没有。老师啊，蒙到一档。好来，
有一档股票叫做多空不明，看清楚，我说上车就对了。9月30号，又是会盖成这样。哦，我讲过了，一定是万中选一，一定是百炼成钢，因为太多人想猜啊，所以我必须怎么样？为了维护会员的权利，我必须怎么样？把它盖到不让你猜。你的线索只有这一点点，啊，绝对有高票，来，有没有动？今天是创新高，开高走低，开高走低，震荡完毕，我认为它会再走另外一波行情，它必须消化这边的卖压。我看了有没有一样？自己看这一根，就是这支啊。这一根啊，就是这支啊，它是今天创新高，它后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，它跟大盘什么关系？它今天创新高，大盘今天开高走低，两支股票。你说老师盖牌盖成这样，看不出实力了，可能又想解释后盘，跟其他老师一样。中红拉回叫你买10.6，丢丢要吐10.9。丢丢要吐11.05，丢丢要吐11.3呢，啊，礼轻情意重啊，有没有？黄埔，我跟你讲买回来嘛，22块，丢丢要吐24.2，啊，24.95。10月25号，他举行股东临时会，黄埔建设，全台湾最大的营造商要即将入主，也就是说这档股票他未来脱胎换骨。全台湾最大的营造商即将入主，那你觉得这档股票它未来会不会走很长的路？也就是说，它是已经借壳上市哦。它到底会走多长的路？重点是它今天，它今天还是创新高。它跟大盘什么关系？不要老是听我解盘，让你也来解个盘。大盘今天开高走低，跌51，来看一下，很多投资朋友都讲要大赚，要怎么样大赚？选对股票不必管大盘，天底下有这种事情吗？那你如果很在乎大盘的，今天指数创新高，你不要逃避问题，我只问你一句话，代表全台湾的股民的资产啊，它是增加的，增加的，你有增加吗？怕的怕。哦啊，观其不语真君子，观其不语真君子。怕你卡被丢钱的人，哦啊，吓得要死的人，等解套的人，比比皆是啊！莫看保罗的功力啊！你一定要来看解盘的节目。你老师也很认真解盘哦，每天跟你报不一样的股票。结果汤叔人姓笨。你看这个市场是要赚钱的、啊。很多人打过的投过来讲，哎，老师啊，你的股票真的都不多，而且都那种波段了，而且 恐怖的波段哦，不像有的老师哦，啊，从年初到现在哦，每天讲的股票都不一样，涨什么就解什么，反正就是大涨，然后图卡一定是这样，然后这边买了，这边买了，这边买了，随便他讲，因为事后盘嘛，这种节目很多啊，多如过江之鲫，只有汤叔的信笨，我们从5月份讲到现在，你看到没有？他也从5月份涨到现在，你看到没有？老师啊，哎、欸，很多人都说，哎、欸，那顾德投顾汤顺奎哦，哎、欸，很奇怪，他做股票都按那拱拱啊坡，猛猛啊弹，买完之后，你只要做一件事情，打110报警处理，报警处理，你知道吗？啊，不是真的打110啊，报很紧啊，股票就是不要卖，每天唱江蕙的一首歌，咖喱蓝屌屌，啊，你看一下，每天涨。老师啊，45块还小心喷出，真的还假的？真的还假的？哎、欸，长成这个样，哎、欸，老师，出货吧！你不怕大盘拉回？你不怕试射飞弹？你不怕川普乱讲话？你看吧，要做头了吧？要做头了吧？你看吧，要做头了吧？温系还不出来，会还不出来讲，验头了，他你怎样个不会出来？你看吧 ，M 头成型了吧？温死的啦！你去那里再个不爱做烟头，不要做股票。哎，老师啊，给你按100个赞。开始误会了，你的会费到底怎么算？这种电话如雪片般飞来。很多人说他看操盘，看投顾老师表演，啊，
如果我当初也是解释后盘的老师啊，我一定用这张图卡随便找一档股票大涨，这里买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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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里买。我跟你讲，这档股票有原因哦，是因为哦，它第三季开始进入旺季哦，立山接到全美最大的一个运动场代工订单，健身器材大幅度的脱胎换骨转型，业绩大幅度的成长，那都事后盘的，这里都没有人会跟你讲这些。啊，这里都没有人会跟你讲这些了。涨上来之后啊，业绩就出来了。第四季业绩更上层楼，木工机健身器材，它是全美最大的代工的健身器材厂商，就是立山。它还有一个利多啦，没在供，你不是会员。其实哦。你会发现，欸，老师啊，你做节目好轻松哦，就是一直讲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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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然后它也一直涨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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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，有没有喷出啊？我说小心喷出，我汤顺伟叫他喷，他就喷。你老师有没有这个本事？当什么讲讲什么？每天讲初一十五不一样，从年初讲到现在，股票你数一数，超过600档了。那顾着头，汤顺伟很笨，他只会讲一档股票，立山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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从五月份讲到现在。五月份、六月份、七月份、八月份、九月份，讲到十月份，它就是真的一直涨。今天十月十七，放大，它又创新高了，看到没有？镜头拉远，仍然看涨。大盘今天跌，这就是我今天要解的盘。你觉得大盘好恐怖？我觉得大盘拉回是机会。你觉得大盘啊？大盘，它当然可以涨涨跌跌啊。大盘今天跌51啊，惊死人啊！老师啊，要崩盘。你会告诉我汤顺奎为什么这一档股票立山啊？今天整理转强创新高，获利爆了，安全带绑好。会员啊，请不要因为赚太多而跑短线。亲爱的老师朋友，你有参加过老师的三个月也好。半当马后，一当马后，你的老师啊，有没有发过这种口讯给你？请不要因为赚太多而跑短线哦，短小鼻子小眼睛哦。我们已经150%了，还是不出啊？你会想看我汤顺奎解大盘吗？他跟大盘到底什么关系？他为什么没有关系？你老师啊，只会陪你解盘，这种节目啊太多了。素习青云志，你蹉跎白发年。你看这种节目只是浪费时间。我们啊每天就是一直报一直报，不会因为大买500张，因为投资影响到你的工作，因为投资影响到你的生活，因为投资影响到你带小孩，这个才是你要的讯息啊。你要的讯息不是这个吗？再看一次，大盘今天跌，它照样涨半只给你看。我们还是。不跑，这不是你要的讯息吗？天下武功啊，他唯准不破，葵花在手，江山我有。你到底在这个市场，你寻寻觅觅，寻寻觅觅，你到底图的是什么？解盘，网上看那个飞叉台的、东叉台的，看完之后你还是你，我还是我。很多好的股票啊，我讲过，你跟对了，你投资很轻松。这档股票，好，你错过那两档，我要让你轻松 VIP。什么叫轻松 VIP？ 因为指数今天又创新高，27年来的新高，它还会再创新高。其实你很清楚啊，只是你越来越怕，所以你会怕指数不敢做的投资朋友，我要让你很轻松。我们用专人清代的方式通知你买，而且要大买，像立山这种股票，报到现在已经1倍多了。150%了，还是不出，不会因为你在操作过程当中、赚钱的过程当中、财富重分配过程当中，你整个过程很轻松，因为我们会跟你讲，用专人清代方式跟你讲，你不用出，而且要买很多，所以你指数怕高的不敢做的投资朋友，我要让你轻松。上班很忙没时间看盘的投资朋友，专人清代我要让你很轻松，而且我要让你重压大赚，不会因为投资重压。大了瓜，小了瓜，影响到你的生活，影响到你的工作，影响到你带小孩。那你套牢股票，老师要怎么办？我们帮你处理，也是专人清代，专人换到我们这种股票来。立山第二，位数第二，他在等你。哦，那你的至于很在乎的会费的部分，
我让你最低门槛。广告中的电话，轻松 VIP 哦，电话卡回通话卡回声哦，想办法打电话进来问一下。我们进段广告回到现场来。不忙的时候，我喜欢在家请客。哎，是德意的一天橄榄油吗？你从国外回来，为什么不用外国牌子？德意的一天橄榄油是意大利原装进口，德意的一天为我做完全程品管。不熟悉的品牌，我没有安全感。Bravo， 我们家吃东西安全第一。选德意的一天橄榄油就对了。膝盖退化疼痛，肩膀关节疼痛，手肘发炎不适，早期治疗很重要。邓祥俊、陈拓刚医师团队专长不动刀关节治疗，巴黎国际长春诊所0800333166。我是综艺女王，有什么不敢讲？头发也一样，头皮屑找不到，当然无需隐藏。Clear 净去除头皮屑，增强抗屑保护力，综艺女王无懈可击。现在就买 Clear 净，忠实电子报全新大改版，最速最先，最多最夯，最具影响力的忠实电子报 ，Outfire。喜欢上网订购机票、旅馆、下载 APP 的您，有件大事您一定要知道。106年5月1日起，个人购买国外电子劳务改由境外电商报缴营业税。新税制实施后，可使国内外电商课税方式一致，维护租税公平，掌握税源，增加税收。由境外电商报缴营业税，有效节省劳务买受人计算及缴纳营业税的时间。跨境电商公平课税，掌握税源，全民受惠。小姐，垃圾别乱丢。不求。威马舒培舒力士，精亮有神。金门玩很大，关主就是关关东王府间举胜师兄。对流行的大腿，还有一双找不到脚踝的小腿，我有。No！下载希望之星，你就是评审，参赛者的身子你决定。台北股市啊，百年难得一见的好盘，你要好好的把握机会，把握当下。天行健，君子以自强不息。听得懂就听得懂，听不懂的永远听不懂。这个大盘啊，完全啊，你不信也不行啊，因为一路都是我对玩弄于股掌之间。来，我们落实一下这个大盘。之前大盘我讲过了，又来到反压区，它会在中秋节之前拉回，中秋节会变盘。那它有没有没有拉回？很清楚，它拉回。那我说过，它这个地方压盘不用怕，以橱柜逃啊，太柜逃啊了哦，也安怎压盘？压完盘之后，顺便养空，然后呢开始做轧空，再挑战这个反压。那它有没有开始挑战这个反压？你很清楚。你很清楚，你很清楚，他一路一路，我当初也叫他往上走，他就是乖乖的往上走。后面我也跟你讲过，他突破反压线之后，他不会回头了。你要把握当下，先赚再说。台北股市会吃咖喱饭。好，那回过头来，我也跟你讲过，他突破之后不会回来，他突破了，那他有机会再回撤一次。台北股市未来会从无量变有量，无感变有感，未来要准备走主升段。那主升段之前，今天开高走低，他又应该怎么解释呢？看清楚，他突破新高之后做一波的压回。那我也讲过了，还没突破之前，它叫做压力；突破压力之后，压回来叫做支撑。所以我认为啊，他会明天，因为明天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转折时间点，它叫做台指10要结算。
那这一波啊，你可以看得出来，很明显的台指一里是大获全胜，所以明天它势必会在这个地方止稳。那今天开高走低的目的是要做压盘，为台指十一啊多头要做准备，所以压回来它猛拉 gap sample， 准备做换仓力在往。那如果直接换它拉高成本，因为它不多嘛，不多当然是压回来再布嘛，所以今天开高走低嘛，多方刻意怎么样制造一个弱势的假象，所以明天应该会一个量缩再回撤支撑线的一个盘。重点来了，他台北股市的路还很远，听得懂就听得懂，听不懂的人啊永远听不懂。这三个字写起来他不会回头了，这三个字叫做主升段，你要把握当下，不要再蹉跎光阴。那你还是会一而再再而三的担心所谓的台北股市有反转的疑虑，因为最近很多有台啊什么东差财经的哦，就跳出来说，哎，我跟你讲，这个大盘哦，时间点到哦，又要开始崩盘，你要好好的把握机会。讲这种话的人啊，8000点他也叫你把握机会，要怎么样？要崩盘。现在10000点了，他要说时间到了，听一听就好了。就从这一波杀下来，我当初有没有跟你讲，有一个姓古的花旗的，他是反指标，哎，真的很准哎。所以你看一下，为什么我当初的前钢独断跟他怎么样？既然他是反指标，我们要感谢他，对不对？我们看一看，你看一下，什么叫感谢他？做给你看，老师啊，买31点的扣，当天收23.5，马上让你笑。老师啊，好丢脸啊！给节目秀出来31点，马上套牢。31不来33，31不来有没有？扣讯我就不秀，52，31不来56，31不来76，31不来160，31不来209，31不来254点。7倍，7倍，一个动作31点翻7倍选择权。而且你会发现放眼全市场啊，没有人敢公开给你验证选择权。欸，你不要打电话去吐槽你的老师，欸，老师啊，你像汤顺奎一样表演一个选择权，哦，那他节目会做不下去，哦，你千万不要去吐你们老师。大盘我要讲的是他没有反转的余地，来整理一下，大盘中秋节往上是我对还是你对？我对嘛，既然我对，你就继续看我对。资金不断来台北，哦，那不是我汤回说了算，升值嘛，这代表有资金来嘛，大咖也回来了嘛，对不对？旺季到来嘛，到明年第一季，这个历史高啊，明年第一季会看到，最快了，不小心的话就会看到，哦，全球股市创新高，哦，全球包括这我就不用讲了，昨天美股创新高，哦，日经指数、恒生指数、大陆 A 股。台北股市今天也创新高，你还要怕吗？你哪一天不怕卖 gay？ 哎，莫哎莫，会怕就会怕，那要怎么样才不会怕？跟对人就不会怕。欸，老师很多贴来贴去，要怎么跟？啊，那这张股票怎么贴？清单挂面，哇，清单挂面，45块叫你买，贴都没贴，47。51，跳空锁，56.1，睡不睡？60，欸，老师啊，哦，那些股票跟他马戏团呢，今天61.9，啊，不要再追了。从头到尾我拢给你看，褪根根给你看，这就是为什么来找我的都无话可说，啊，立山就不用讲了，你看一叠一叠，你的老师会表演一叠给你看吗？他只会这样，咻，大赚，解盘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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然后图卡那个电脑打的，然后真金800，对不对？这种节目太多了，所以为什么10个9个被骗？结果我汤叔伟最老实，就一直跟你讲，一直讲，啊，从5月份讲到6月份，讲到7月份，他也一直涨。5月份涨到6月份，涨到7月份，涨到10月份，他还在，今天他还在创新高，我们还是不出，啊，你看到没有？大盘今天跌51啊，啊，你觉得大盘好恐怖？你如果是我的会员。你会觉得很恐怖吗？会员啊，请不要因为赚太多而跑短线。你的老师曾经发过这种扣讯给你吗？欸，老师啊，已经150%还不出哦，会涨为什么要出？表示他后面有什么惊人的利多？老师啊，你买皮胖姐，你又不是会员，哦，只要是会员，我都会跟他讲得很清楚，哦，听得懂就听得懂，听不懂的啦，永远就听不懂，哦。就如同这档股票，我跟你讲，在底部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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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底部，有嘴我讲到无拿平天下，你就是不爱来，啊？今天开始鸟好不好？开始鸟啊！不要急，我讲过，涨两根停板我会给你公布，
哦，可以躺着趴着跪着买的时候，你就是不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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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今天啊，大盘跌51，他响尾蛇拉尾盘，你一定要等到涨两根停板再来验证。你在我的节目验证过多少次？别老是要想要学我汤顺伟盖牌，那是很残忍的动作，因为他开不了，啊，可能不知道会不会涨也不知道。老师啊，做股票看节目要看功夫，什么叫做功夫？看投顾节目要看功夫，看清楚，当天买当天涨停，而且单股重压二狗机，50万来找我，500万来找，5000万来找，全部买位数。所以它会费为什么比较贵？因为万中选一啊，啊，那什么叫做功夫？看清楚，跌停板，跌停板，这就叫功夫。依旧跟你讲，不用出，这就是你要的嘛。从跌停到涨停，这不是你要的吗？再来一次，仍然看涨，所以再加码。对，清代出一趟，看清楚又亮灯了。哎，老师啊，跌停你都敢买哦，难怪哦，你的外号叫位数汤，75%。单股重压100万变170，1000万变1700，还是不出，这就是很轻松了、啊。跟对人就是很轻松。来，轻松 VIP， 你上班很忙，没时间看盘的投资朋友，好、哦，跟着我们来很轻松，专人清代，指数怕高不敢做的，专人清代会跟你讲悄悄话，你就敢重压，重压才会大赚。套牢股票帮你换，选股波段重压，你很在乎的会费，我给你最低门槛价，轻松 VIP 的专案。广告中的电话如果很难拨啊，想尽办法拨通它。电话拨通，财运亨通。明天见。本公司与分析师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财务利益关系。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、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。我是郭子乾，又到了直播解惑的时间。首先来接听头份的头很痛，他老婆一年前离职，最近快要生了，想到接下来要花不少钱，头就很痛啊。我告诉你，六字良药国民年金保险，收到缴款单赶快去缴一缴，可以领生育给付。接着我们来接听板桥的桥很大，陶大妈7年前就有收到缴费单，一直没有缴费，想你年金的时候可以瞧一下吗？当然不能瞧，赶快补单缴费。还好国保10年的补缴期还来得及，别到时年金领不到，只能急跳缴，迟缴不能省到钱，缴钱准时，保障才能够及时。赶快收取爱的同心圆。谈到国保的话，我再来慢慢跟大家聊。色刷出立体毛流，形色兼具，刷是 3D 风格美妆，印象顺便，质感立现 ，3D 时尚美彩膏。No more rules. Kate.